方才那人果然是袁术，袁术，你残害百姓罪大恶极，今日我等要替天行道，天地在此，妖帝在此。 多谢二位英雄相助，不知为了解救荆州百姓，我等正在寻找袁术的所在。 在下也是为此前来，可大事未成，却沦为俘虏。这可是你的随身之物，这回是你运气好。之后的事便交给我等了。恭敬不如从命。不知二位可否听在下一个请求？ 加以了解二位英雄的实力，请便。上次见到阁下，还是在延津吧，别来无恙了。夫君，是此人之物。这是。 详实记录着这一带的地形以及遭妖魔侵袭的区域，啊，是，在下刘备自玄德。
敢问，高姓大名？请叫我丹福便可。先生孤身一人深入土穴探查敌情，必定不会甘愿就此袖手旁观。被想请先生一道同行，先生意下如何？ 兄弟之责，当由兄弟一同承担。就在情谊的束缚下，灰飞烟灭吧。纵使跌入失意的谷底，被人坚信着兄弟与同伴之情谊，天下之大，知己难求。 袁叔大逆不道，更自甘多为妖魔，企图建立妖魔之国。此等暴行必须加以阻止。在下愿为将军引路。